开来，快！姑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姐姐，姐姐，求你救救我吧！叫什么？别人！快，姐姐躲一下！兄弟们，我打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刚才是不是有个小姑娘跑你家来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家没有人来。没有。我走。不行，不行！快点，给我打！不行，不能这样呀，不能这样呀！都给我找仔细了。他不能去，你不要再打了。去里边吧。小子，你是打不过我的。哎呀，现在就把他们呀送到一个管吃管住的地方。走。大哥，求你放过我们吧，下次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放过你们？如果今天不是我的及时出现，你会放过那些姑娘吗？走。你都扮演我的本色英雄。